OK，不得了了，哇，真的是很酷啊！一般低基门，尤其是哇，我真的还是蛮喜欢它的交易所系统。我最近可能会先给大家看一下高级的那个卡片，哦，等我一下啊。那我最近可能就是，因为马戏团它现在还没有在卖啊，我们先看威力卡开始。吉威卡到底有没有阿波罗啊？真的没有人呢、欸。啊，那威力卡有吗？威力卡有诶、欸，但是我们今天看阿波罗的好了。这边如果有，应该都很贵啊。三星，这多少？200万，260万。天呐、啊，超帅的！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卡片系统孟加拉好像也没有玩过，但是我们就是体验一下就好。50，超帅。所以你们真的是怎么讲？这个游戏的金币是有优秀，这个游戏的金币可以这样去玩那个卡片，超帅！青蛙，